众所周知，明天就是欧冠八强的抽签仪式了。我们都知道欧冠八强抽签仪式就没有就是同国什么回避什么小组赛回避这个规则了。然后呢，我也打算模拟一下，绝对没有黑幕啊，绝对没有黑幕。那就开始吧，让我们看看我能不能抽中正确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谁。第一个抽出的是 Inter Milan 国际米兰。好，让我们给这支意甲劲旅抽出一下对手。哦，拿破利意甲内战， Inter Milan 打拿破利，完了，他切尔西抽到皇马了，拜仁和他可能性更大了。然后是 AC Milan， 我什么手啊，一下子抽出来三支意甲球队，啊，不行，重来。看这个谁啊？ AC 米兰踢的是拜仁慕尼黑，很多小我知道很多拜仁的小伙伴希望报仇啊。完了，那切尔西必然要打皇马或者曼城，或者是准备啥？这个是谁？哦 ，Chelsea 朋友们抽出切尔西了，让我看看我给切尔西安排的对手是谁。那不想再轮去看球，拜托，不要算账。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皇家马德里，这是我最不希望切尔西打到的对手。别呀，气死我了。那我接下来最后两个就是曼城和本菲卡。我又一次希望这不是真的，希望这不是真实的。如果这是真正的抽签结果，你们会开心吗？我开心不起来啊，我开心不起来。